好，因为你是我们当家主持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靠你扛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一个口才反应大挑战。对，我要计时。对，你要等一下，但我先跟你讲一下规则，就是等下你就是从左到右念那个颜色就好，只要念自由颜色，念错一个字那一场就要再从头，然后全部三十秒内要念完。好，等一下哦，预备备哦，预备，你帮我倒数哦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红黑绿黄绿。红红绿啊，红红黄蓝黑，黄黑蓝黑绿，十五秒了。哎呦，黄蓝绿绿黑，红黑绿，黄蓝黑绿，红黑红。哇，大家谢，他真的好开心啊。不然说，一主持一整天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？我 focus 还要在这个上面。我本来想好一个惩罚要给你说。什么惩罚？就可以惩罚，但学狗叫之类，汪汪。没有，他明明就在，他明明就在三十秒。请你们下一次录影的时候再想。我本来预期你是会失败的。当然不会失败，我跟你讲，我只要很 focus 就可以。可恶！但我刚刚原本是很放松的，但你们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你很棒，好，感谢你。拜拜，回家喽。